你是那个211毕业的，哪所高校啊？我2020年11月份毕业的。哦，那现在工作了？不是，我家又不缺钱，我刚毕业着啥急呀？哎，对了，你哪儿毕业的呀？我是交大的。上海交大呀？我姥交大的。你别笑。盘点东北姑娘对极品男的搞笑场面，猜猜他为啥一直单身？像对人界中的灭绝师太吗？不认识我了啊？哦，我认识你，你是那个专家，画饼专家。瘦了啊，最近过得不好啊。教练说了，碳水吃多了容易胖，现在不吃饼，自然就瘦了。你那嘴咋还那么损呢？这样你说我气人哈，改不了，直到我死。你要不喜欢我的话，你可以给我先死。你看你的性格啊，谁能忍受了你呀、啊？那也就是我，我们俩和好得了。和好，火坑跳一回就行呗，还来回跳啊？干啥呀？炼丹呢？哎呦，你看你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你这两年越来越漂亮了啊。这嘉格这两年我一直忘不了你，你说为啥呀？到底是爱啊，还是不甘呢？新欢没到位呢，旧爱咋能缺席？我哪还有新欢呢？那我为了你删除了那么多女人的微信，对不？还好意思说呢，微信里3/2都是女的，你说你能唠得过来吗？你是客服啊你？那我不都删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是删了吗？你那是改备注了，那一夜之间多了好几十个大姨大姑。哎，我问你，我说那你那大姨咋都不一个姓呢？你说你老改嫁了，你说你还是人了，老人让你撒圆了，还拿着我送你的手机跟别人聊骚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？那狗吃了你的良心都得觉得没屎好吃。今天最后一次警告你啊！以后看见我，你绕道走啊！要不然我见着你一次，我骂你一次。偶遇烧杯哥前男友，好巧啊，嘉哥。前男友，不是我说没说过，你以后看着我尽量绕行啊。咱俩住这么近，我咋绕行啊？搬家呀？那你看见我当没看见不行吗？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没必要闹这么讲吧？啥吧？低头不见抬头见？你们你是壁虎啊？你挂俺家墙上了啊？你上次说你一直没谈恋爱，真的假的呀？为啥呀？我不寻思为你守孝3年吗？嘴也太损了。哎，反正你也单着，咱俩和好得了呗。你跟我和好，我一个月给你10万，再给你换个大 G。你再喝点，顺便把生死簿给我改了得了呗。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以前年轻不懂事儿，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好，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。上那边去做事去呗，你搁这嘎的挡 WiFi 信号了。我屏蔽器呀。我想屏蔽你。虽然你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啊，年轻不懂事儿，我就是当初年轻不懂事儿，所以我才和你在一起的。但我现在懂事儿了，我发现了，真的是你根本就不喜欢我这一款，你知道吗？你喜欢那种化学好的啊，就化学里边有一个东西，你叫啥？烧杯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那勾帮的呗，那嘎有你喜欢的烧鸡。不是你有没有事儿？你要没事没有事你走呗啊！我这不想你了吗，嘉哥？我真想你了。你想我你就打给我，号码没变，还是工伤、啊、对前任就像香水不犯洗脚水。前男友，我搬家开饭店以后不能来了，真的是，我咋老搁这碰着你呢？真烦人，真闹眼睛。不，你爱喝我就把这家店盘下来送你。别吹，起灰。不，你还是没变呢，还是那么爱怼人呢。你也没变，真的是，你还是这么欠怼。一会儿没有事我请你看电影。我不爱看电影，见了变傻子看的没意思。啊，人生就像电影啊，终究有人依旧是你的男主角。妈，你上那边打哮喘去呗，还男主角？你顶多算是弹出来的弹幕广告。男主角，你上那边信号好，你上那边去演独角戏行不行？你看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有啥好好说话的？我说没说过你下次遇着我就当没看见啊？真正的前任最好就是像死了一样，互相不打扰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。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下水道，我俩香水不犯洗脚水，不行吗？那你一个小区住着，你直接来我家住呗。咋的？你家缺保洁了？你看你，我俩结婚呗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物色了，哪有那么多白马呀？那整个驴凑合得了呗。妈，你还知道啊？你这村村的驴马真的是，住你心里都得戴口罩，那是个公共场所。那我结婚肯定收心呐、啊，那我以前不是年轻不懂事儿吗？结婚收心，结婚他妈是移魂呐，结婚就能收心了？说不好听话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那狗改不了吃屎。谈恋爱都不拿我当回事儿呢，结婚还能拿我当盘菜？我不上那嘎替你冲洗去啊！对人抿嘴，按照自己的方式潇洒。大哥，哎呦我的妈，前男友，不是那咋的你？
天天你不上班啊，你就堵我呀？谁叫咱俩有缘呢？你总能碰见。感觉我们当初分手太草率了。草率？妈，那咋的？我还得给你开个发布会呀、啊。那行，我现在重新正式通知你，我们分手了，别再打扰我了，好不？那我算什么呀？算你倒霉。你把我当啥呀？当空气。不，那我们那个海誓山盟算什么？成语，海誓山盟算成语。我不同意分手。哎妈，我没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。你看，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啥不？那就是嘴太损，那脾气太大。你要是不改呀、啊，这辈子都没有人能容忍你。嫌我脾气大，你找个漏气的呀？不喜欢听我说话，你给你找个哑巴呀？看不惯我，你给你装瞎。方法多的是，没有必要总想改变我。你可以不喜欢我的相貌，不喜欢我的长相，不喜欢我的性格，你可以不喜欢我的一切，但是你没有必要告诉我，我又不是按照你的喜欢来活着。还有谁？你就这么烦我呀？那心里一点都没有当初的情谊呗？那我就这么不堪呐？那一点优点没有啊？有啊，你针线活做得不错啊，天马行空的饼画得不错啊，你不走我走啊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我晕针。啊文明的相亲界灭霸，蜜水三千之取一瓢饮。哎呀，终于见到真人了啊！你认识我？早有耳闻，听说你是王阿姨的 VIP 大客户，一年相300多个，一个不成啊！传说相亲界的灭霸呀！说少了，300多个那才一天一个，我平时周六周天还分上下半场呢。像今天周日哈，上午我跟你相不成，下午我还有下半场呢。哎呀，那你也属于阅人无数了啊！那你这天天相亲哪有时间上班啊？收入都靠啥呀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一日三餐就靠相亲吃饱，日常开销全靠你们示好。至于我的收入吗？我这帮饭店拉拢客源呢，这都有分成。哎呀妈呀，真的了啊！你这活可真好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你也不咋地，早听说了，房子车啥都没有，就想找一个虎噜吧唧就图你好的。咱俩呢，反正也成不了啊，那就凑合凑合吃顿饭吧，是不是？来，抓紧时间点菜，那个可贵的点啊，我好有分成啊。一会儿。